老虎伍兹说，我可以打出任何你要的球路，但我没有办法走太久的路，因为足底筋膜炎哦，到底有多折磨人，来听听伍兹怎么说。今天晚上的体坛观测站有高谈一刻，就在 Eleven Sports 体育频道，有维尔主播陪你哦，一定要看哦。